吃饭不会给我跟剪刀。不要吧，要吃晚餐呢。你要吃什么？而且你还饿吗？饿啊！你要吃我的小鸡？你现在又变小鸡了？我在露营耶！你现在又变小鸡了？你以前都是大雕。不是刚才吃完中餐吗？有吗？有啊，我一点多才吃完。对啊，现在都已经六点了，现在是讲几点？他这个侧面我没拍到，我说这侧面。他不是说只要拍那个侧面？你说都一样？都一样，应该都一样。我们走去坐车，没什么好。好，那你要讲一下，接下来要干嘛？接下来我们要去属于塞维亚的饭店。接下来要回到游览车上吃小鸡面。对。虽然中午一点半才刚吃完，我们一点半吃什么呢？嗯，牛尾，薯条，白饭，嗯，还有那个什么汤？他中今天是马铃薯汤，是吗？那是马铃薯吧？我觉得不是。啊，面包啦，脆脆的面包。那个浓汤，很咸的浓汤，超咸。他们这里的东西真的很咸。